我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那个开放资料，来，请开一个新的档案。首先，之前教你们取得资料都是 Excel， 对不对？好，或者是文字档，我想这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它可以从网络上直接把档案抓下来？所以这一件事情重不重要？我教完这一件事，我就要直接介绍最重要。我觉得仪表板里，仪表板绝对是大数据分析的非常重要重点。好，来最小化，因为它是一个网址嘛，所以我当然要知道那个档案在哪里。首先，我比较喜欢 Chrome， 好，所以打开 Chrome，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，请问一下。开放资料的网址，开放资料的网址全部都叫 data 点开放资料嘛？为什么叫 data？ 因为开放资料嘛，对吧？这还需要解释吗？不需要嘛？因为国中单字资料是不是 data？ 各位一定要记住哦，全世界统一，后面就是单位名称，例如说。CDC 是疾管署，卫福部疾管署 ,gov.tw, 政府机关。台北市政府呢就变成 data.taipei.gov.tw。景文科技大学开放资料是什么 ?data.just。将来我们大家都在做那个资料分析，没有人再去查说景文开放资料网址是什么。这是尝试。现在我们都在讲什么智慧型手机，我跟你讲，再过三五年，没有那种不智慧的手机了，我们就讲手机，没有人在讲什么智慧型手机。现在我们是不是在讲什么大数据分析？以后都是，请问一下，五十年前有没有数据分析或资料分析？一定有嘛？什么大数据分析？那也是这几年。这几年什么三个 V， 我们才讲说什么大数据分析，以前我们就叫数据分析，以后我们还是叫数据分析。不会再讲那个大。对，好，这样可以了解哦。所以你要把它知道，开放资料就是 data 点，例如说景文就是JUST 点什么 ，EDU 点 TW， 可以吗？这样知道哦，这全世界都统一。好，不会说啊，因为你在美国，所以那个开放资料的网址就变成是怎么样，然后接下来就只要按一下 Enter，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台湾 CDC 有看到 Open Data Portal 就是一个入口网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稍微注意一下，这边拉下来一点点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登革热的病例数？登革热病例数，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好像有点快速 review 一下我们曾经教过的内容。你看哦，这边是不是有资料？所以点资料，点了资料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探索？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？对不对？就是我是不是要去下载它的资料？好像是 CSV， 可是在这个地方。滑鼠右键有一个叫做什么 copy link 的 address， 就是复制这个下载的网址，应该叫做复制网址啦，复制网址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边做完咯，做完了，然后我就回到我的 Power BI， 点选什么取得资料 web， 把刚刚那个网址。把刚那个网址贴上，然后点选确定。还没结束哦，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下一步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直接连接到？你看这卫福部疾管署应该没问题哦，因为是开放资料了，所以不需要账号跟密码。然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一件事，开放资料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，开放资料都是不是放在网络上？
放在网络上的资料，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本机，例如说不管你在桌机或者是 notebook 叫本机，在本机，本机我们的编码方式是大五码，各位应该有听过，网络上的编码是哪一种？ UTF-8 或者是世界各国的编码会不会一样？不尽相同。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兴趣，假设你今天你要去做那个台湾就是观光人口的一个调查，可是说不定你有可能会去调查什么大陆啊、香港啊、日本啊、韩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各国的那个编码方式不尽相同，可是难道就不能汇入了吗？不，一定都可以汇入。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要选到正确的编码？这就是我们开放资料要特别特别请你记住的。好，所以在上面，从上，可不可以从上面往下找，自己慢慢去找，找到那个 UTF-8， 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来去找嘛，对不对？这边 Unicode UTF-8 就会把刚刚那些全部都是什么乱码的中文字改成什么正确的，有看到哦？这是不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？所以点选什么载入，就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好，点选载入，请问一下，您会不会去取得全世界各国的开放资料了？会了吧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不会，麻烦你们回去一定要听懂这一块，因为取得资料是不是我说大数据分析的第一步？取得全世界的开放资料，你将来学到后面那些函数啊，怎么整合应用，跨工作表的应用，你才会能够更加的理解。举例来说，登革热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，它到底会飞到几层楼就不飞了？假设20层楼，它飞不上去了。那万一我们大流行登革热，我们就请民众避难。请问是往山下避难还是20层楼以上避难？对啊，这样大概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。那可是登革热的资料在卫福部，实价登录的资料在哪里？可能经济部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绝对不是跟健康有关系的。可是这两者有没有关系？可能多少都有一些关系。好，我们怎么做？取得资料，取得资料之前你必须要先打开这个网络，登革热的开放资料在哪里，可以吗？好，应该记得住啦，应该记得住。而且最重要的是景文科技大学我们的开放资料，这样可以了解哦。因为请问你要不要知道是全世界？当然啦。好，接下来记得在这个地方，我是用滑鼠右键 copy link address， 就是复制连接网址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去做取得资料，取得资料。